你呢？考试考得怎么样？没有在考试，你是社会人士啊。上班有什么话对任何说？信你，少女时代是信你，少女时代是一个死。膜拜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哦，他是来自台湾南部，高雄。高雄，还有高雄来的吗？哇，谢谢。他们就算坐最快的火车，都要大概来来回回上下两个多小时，哇，才到得了。谢谢。如果坐慢车，什么？越南那你，哇，他坐飞机来的，越南，从越南来的。哇，有钱。